起来，饼哥，大饼，我是来自上海 Cast Crew and X Crew 的大饼。大饼，其实我知道的是，你是到很晚才决定要来参加电竞赛，没有什么想法，没有太多想说的，就是跳舞。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比赛来看的话，那肯定是要拿冠军咯。帅啊，稳得很啊，这个不拿稳，跳楼。我跟你说，我绝对自信，因为不选我们亏啊。